电器第一号动算，铁板娘动算，这个单得有啦。给人你，你三分得来，我两个不接啊，今晚我那家伙伴的羽毛双桃果，是好好好，是，我古尼家第一杯，阿古尼个干出来，阿伊我来听，伊嘛是一百公里，好，我三，好，阿今天我来叶老师，好，阿你那边听什么音乐吼？伊现就在当演奏，哎，伊有带机器啦，好，好，哎，叶老师，叶老师，阿今天是我的这个嘉宾。今天社长吼，我咧即个赖副吼，社长吼，玉清社社长，真正年社长，很年轻呢。啊，即阮厝边，阮阿仔，哈哈哈。吼，伊个建筑方面呢，太多在处理吼。啊，过来吼，恁两位吼，是阮参加即个管政府的同事，管政府的同事吼，哎哎，吼。啊，即个哦，即个边啊，请迄个他们做现代即个吼，即个阮厝边，吼，伊做即个美发业，吼，加做做。去办吼，开说明会。啊！伊来参加，吼、哦！啊！伊对咱的印象也算袂歹。伊讲吼，要过来甲咱开一场说明会，吼、哦，甲大家来熟悉。啊，真感谢，吼、哦，真感谢，啊嘛，真感谢咱请客，啊嘛，真感谢咱在座吼，诶，遮诶，大家好朋友，吼、哦，来遮甲我熟悉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真感谢咱崇南、崇阳啦，吼、哦，哦，遮好算你遮涂焕国，吼、哦，我第一道甲伊熟悉。哦，那真欢喜会当介绍晒啦吼，啊，真感谢大家吼，哦，会当加大家熟悉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。坦托拄着讲一个白马的啦吼，无简单啦。讲实在吼，要走马拉松，要走一百马，真正无简单。啊，我曾经介绍到伫四年前，我有老毕甲完成全马42公里尔。啊，42公里，我走去到42公里了后，我就无啥跟你走，我就一路拢总是爬山，因为我较爱爬山。吼、哦，我有那差不多要甲完败啊，我到今嘛差不多那八十几支啊，每年个按算要甲完败啊。啊，因为我咧运动，我拢赤脚，因为是安怎赤脚？因为赤脚保护膝盖，所以讲运动一定爱赤脚。我就是去跑马拉松，规个拢赤脚了后，我才开始，吼、哦，开始爬山，拢总赤脚。所以讲，我即马，我顶年应该是爬南一、南二嘛，吼、哦，啊个马博嘛，吼、哦，啊个大小剑嘛，甘卓湾嘛，吼、哦，我顶年啦爬袂少支，所以讲吼、哦，我明年个要甲完败，吼、哦，我爱运动。那老师如何吼？海强老师吼？足好个朋友，啊，伊嘛是我个老师安尼啦。啊，我伫来讲哦，即道个选举有无？我伫拜托，即个王主任哦，来把千万领到三江。伊先听着吼，先我讲好，绝对无问题。因为咱这第一名个议员有无吼？你若是王主任，你也看，即个咱千万领个服务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有几项吼、哦，我伫来同伊报告个。就是讲，咱千万遐即一届的议员啊咧，咱不管是吼，即、這个伊就讲拜甲拜五总是即个服务处在做乡亲的服务。后来，咱也有看到网络，咱千万遐有无吼，即、這个在接顺即个咱管务，或者官员的迄落个，你也看到你的感动。咱有这样遐好的议员，会当替咱。平衡官来甲咱看重这个荷包，安排当哦，把这个管政府这个官员如何哦，甲因这个看因的迄落个效率安尼。